顶级的珠宝名表象征了个人的身份跟地位。当然，好莱坞的影星跟美国主流人士最爱的品牌 Chopard 肖邦，也是许多华人收藏的重点。庆祝150周年，知名的肖邦珠宝腕表展销会终于来到了 LA， 也成为华人社区的焦点。 肖邦这个全世界珠宝首饰的顶级品牌，不但永远领导时代流行的趋势，更一直受到许多华人民众的珍爱。在庆祝150周年的肖邦，在世界各地轮流举行的名表珠宝展销会，终于来到了南加州的华人社区。而多年来代理肖邦的华裔珠宝商也特地成立肖邦专区，让民众可以零距离的体验肖邦的珍贵之美。 肖邦150周年珠宝腕表大展，那其中我们会包括展出最新的陀飞轮钻表，还有像手上戴的经典收藏 Happy Diamond 系列。那更特别的是，会引进150件纯手工打造的珠宝腕表，那这些都是以动物造型为主题，所以它非常生动的造型，搭上顶级的镶嵌技术，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参观选购。Stephanie 还表示，肖邦展销会展出的产品从经典的 Happy Diamond 系列女表。 到赛车系列男表，还有各式各样的珠宝，通通一应俱全。只要你对肖邦这个牌子有兴趣的人，都可以到我们店里面来。那三家店都有，不管是罗兰岗 Chinatown 或是 Saint Gabriel 呢，我们都可以欢迎大家来这边。大步迈向下一个150年，肖邦强调将会保存传统、积极创新，继续维持在珠宝表界的顶尖地位，而同时也迈入40个年头的华裔珠宝商，也将更紧密结合两家同属于家庭企业的品牌，成为美国华人社区与世界流行趋势的桥梁。东森新闻王祥林、彭迪、洛杉矶场报道。